大家好，我们进入那个金哲老师的速读22哈。那一样订阅的方式很简单，从网址进入，不要从图片进入哈。网址进入之后才会有一个红色订阅的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很简单哈。那很欣赏老师就给按个赞哈。那如果要留言，滑到最下面也可以留言哈。那如果有问题要问老师，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OK， 那我们来继续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五是差两个哈，那我们看五有没有办法出来哈。这边有五，好，来，这边有五不能换五，这边有五不能换，这边有五不能换五，但是哈。太多格了，这边有五不能放五，这边有五不能放五，这两格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，这差哪三格好了，这样子来，一好没有二嘛，再来三也二跟来，我们看一下好了，我们从一来看看一也是一，看看这边，这不能放一好，这不能放一，这个就放一哈，来，好，这边甩过来，这边不能放一，这边不能放一哈，来看好，这边不能放一，这边不能放，这边不能放一，一就放这边哈，好，再杀过来哈，这边不能放一哈，这边不能放一，好，再来看这边呢，我看这边不能放一。好，来看这边好了，这边是不是两个一定有个一，所以这个不能放一，这个就放一哈。好，再来这边两个不能放一，这个不能放一，这个就放一哈。来，再杀过来哈，这个不能放一，这个不能放一，这个就放一哈。好，那我们看还有哪边没有一出现？这边有一啊，这边和这个杀下来，这边有哈，啊一就去并狗了哈。好，那八来看看哈，八有增加几个？好，四个。那这个七有两个，我们看看七剩下比较少哈。来，这有七，这有七，这有七哈，这个没有七哈。来，这不能放七，这不能放七，这个就放七哈。好，就是找那个比较少的先解决哈。好，来这个不能放七哈，这个、不能放七，这个、也不能放七，啊七就放这边哈，啊七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好，再来，比较少的是不是还有六哈、哦？来看这边，这边有六不能放六，这边有六不能放，这几个两个不能确定哈、哦。来看这边，这边有六不能放六，这不能六，这个是两个哈、哦，不能确定哈、哦。再来看这边，这边有六不能放六，这边有六不能放六，六放这边哈、哦，再杀过去哈、哦。来，这边有六不能放六哈。哦，这边有六不能放六，这边有六，六就放这边哈，再杀过来哈，这边有六不能放六，这个就放六哈，六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好，来看五是不是就差？好，来这边有五不能放五，这边有五不能，五就放这边哈。啊，记得连锁反应了，再杀上去哈。好，这边不能放五，这边也不能放五，啊对，五就放这边哈，五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好，我们不挂了，不哈，这个。好，来看这个差哪两，好，这个差哪两个哈，来一是不是差二，再来什么三四五六七八二九，那这边有九放二嘛，那这个就放九嘛，那有新增加不要拿来用，这个有九，这个有九，这个就放九嘛，好，那这边有二，这个就放二嘛，好。好，这个差一格，看差哪一格哈？也一二三，好，这不差四，好，这边就放四。好，那这边你差怎么样？这差多少？好，这边差一格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是不是差八？放八嘛。好，好，那这边也差一格嘛，八嘛，放八嘛。好。好了，九宫也差一个嘛，放多少？一是不是差二嘛？放二。
好，那这边也差一个哈，来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是不是差什么四嘛？好，这个九宫也差一个哈，来一，这不差二就放二嘛。那二怎样？直接杀下来，哦，这个也不能二，这个就放二嘛。好，好，来来这个这边。这个不能放二，这个不能放二，就放这边二也啊，边果了嘛哈、哦。好，再来这个直线哈、哦，差一个来一二三，好、哦，是不是差四就放四？好、哦，好，这个呢，这个差九宫差两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嘛，这边有九，当然放什么八嘛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杀下来，这个就放八嘛，八也边果嘛哈。哦那这个就放什么九嘛，那这个就放什么四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这个呢也是放四嘛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这边有九放什么四嘛？好、哦，那这边又放什么九嘛？好、哦、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